因为人无平无人民人，心法也无得到人民，人民也随心法来发酵。是，像现在咱社会上个来吟诗，学到咱上帝，圣诗第二十七首，上帝做咱代代帮咱。圣诗二十七首，上帝做咱代代帮咱，也是将来盼望。不管天涯花见花开，天涯寒冬多在，将来聚集在一起。草早起时无声，
求你我对你的羞愧就消灭。你将我的罪恶摆在你的面前。我的日子拢经过在你的大羞愧。我一生的年纪是七十岁。总是其中所夸口的，不过是劳苦忧愁。求你教示我，怎样算家己的日子。耶和华，要到几时呢？求你倒转。求你早起时用你的慈爱，予我满足。求你照庇苦楚我的日子，照我拄着患难的年。愿你的所作对你的路步显明。愿主我的上帝的美名点在我的顶面。做声，万寿所归家，万里归故里。Thank you.
十六时间来想，咱这礼拜啥物事情？咱啥物事来祈祷？万观念也无法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的山子，我的靠山，我的肩胛，我的身体，我的一切拢是对待。我的在到你面前，我努力的信仰，我用我的歌声来祝庆祝我对你的福乐。就帮助我，我一旦看见我的心。对你的福乐，乃是祷告，嗯，祝你平安。突然也要来回想，很过去的一礼拜，我的心情叮叮当当，欢欢喜喜，还是有点些嘛，有脾气，我的这冲突的来电，就帮助我，我一旦了解，我脾气。阮心情无好，是安那无好，但是因为迄个恁的建议来受气，还是伊的分团、伊的公务人员来受气，还是为着恁的百姓来受气，就到底是甚物互阮心情无好、不足、困难，是为着阮家己的罪过？我的愤怒、反悔，还是为着我的艰苦，我的所作为的愤怒、反悔、反悔，我感觉我无够力。就这个内底，到底什么是你的公义？什么是你的稳定？什么是你的慈悲、怜悯、恳求？就我来常常的反省，是安怎好人就爱遇到。想要太难得到他希望，但是我在你的面前，我到底是好人啊太难，但是我知我是一个得到上帝的救赎恩典的基督徒，我是蒙恩的罪人，得到恩典到罪人，就因此安尼，我愿意，我愿意搁一届来到你的面前来忏悔。我就做些善行，也搁一届，踮伫我的心中，踮伫我的教会，踮伫我的台湾一地多事，踮伫这个地球，我们当体会出，什么是尊人民的，尊人民的人民的谦卑，人民的心，行公义，甲阮上帝三甲做伙行。我们教会也一段时间无落脚，但因为。让有人好好来照顾，帮助阮养殖会有天龙者，然后请教阮的本分，恳求你来帮助，切恳，予你主所用的适当的物件来教阮上班，恳求主你来陪伴，阮这张属于你的名建立教会永福教会的行者，阮会已经陪伴好阮的心，阮会来接纳。一个过去有感觉，所以阮看见未来，阮看法也拢有感觉。但是主你来面，就是因为阮无感觉，阮才当你来面吃这咖哩。就是因为无感觉，阮才当从阮教会内底有牧师、教师、有先知、有听人的、人民人的做上加长的，有点点咧做。刚我把人放一边，正少的，但是因拢是伫你面前最紧张的爸爸。
主，我们当来看看别人，因为你跟你对我讲，我家己人，我家己每一个人的故事，你并无对彼得讲，这个约翰伊将来变怎，你单单对彼得讲，我就来面对你，主，我们看见，我们家己在你面前，你唔同阿爷。再来看别人，主啊，迄个人是安怎？主啊，圣经你若是要看迄个人，到你过来要死，阮过会当怎样？阮有阮是爱幸福的主意的，来滴。我感谢你，感谢你过去一直的锻炼来帮，啊，恳求你，我记得洪水当时期有造成将发的灾害。刚才问，这个时阵，阮个性情跟阮每一个状态，阮当安静来听，无需所谓讲正道道理。这个道理却听着阮心至少一礼拜，到了阮未来一礼拜的收入。咱感谢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